请问王老师在吗？ 我就是。 我就是。 您是哪位？ 您是哪位？ 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我是李友。 我是李友。 李友你好。 李友你好。 有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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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您方便。 要是你方便，好，一起说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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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很好，他没有时间。好，你有给谁打电话？你有给谁打电话？你有给王老师打电话。好，很好。好，信鹏，请你读第二个问题。周末，周末你常常给朋友打电话吗？好，佳美。周末我常常给朋友打电话，因为我要去图书馆。哦，非常好。好，请你问你的朋友这四个问题。今天早上，早上谁给他是谁？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他是谁？他是谁？林碧，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谁？他是陈老师。陈老师，很好，非常好。那他是谁？好，嘉宾，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小小。哦，他是小小。好。今天晚上8点。以后，8点以后，你有没有空？我有空。你有空，很好。这个怎么说？才。好，星期一下午1点钟，林老师有没有空？没有空。林老师2点以后才有空。可以。星期二3点钟，林老师有没有空？3点钟，没有空。好，林老师4点40分以后才有空。可以。林老师星期五2点钟有没有空？星期五，很好。好，林老师星期五2点有没有空？没有空。林老师3点50分以后才有空。好，非常好。好，再来。好，王龙，我给你打电话。好。喂，请问王龙在吗？师姐，我是姐，我就是哈。你是哪位？哦，我是林老师。哦，老师好。好，非常好。佳美，我给你打电话。喂，请问佳美在吗？我姐是，您是哪位？好，
我就是。我就是。您是哪位？哦，我是林老师。老师好。哦，你好，好的。好，林丽，你给 Jack 打电话。喂，请问 Jack 在吗？我就是。你是哪位？我是林丽。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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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不客气。嗯，为什么谢谢您不是谢谢你？因为对，王龙，我跟你说谢谢您。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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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好，好。现在你们给林老师打电话。喂，请问您林老师在吗？哦，我就是，您是哪位？我是王龙。哦，我们是王龙。哦，你们是王龙。哦，你好。为什么你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有几个问题。哦，好。今天下午你有空吗？今天下午我有两节课。对不起。明天呢？下午4点以后我有空。好。OK， 4点，我去你的办公室可以吗？好，没问题，下午4点我在办公室等你。好，谢谢您。不客气。好，非常好，谢谢您，不客气。好，我们练习一下这里的朋友。好，然后 we'll complete the task。 王老师进来吗？喂，请问是王老师在吗？我们听你们说。喂，请问老师在吗？我就是，您是哪位？老师你好，我是徐伟。徐伟你好，有事吗？老师有事吗？有事吗？有事吗？老师，今天下午您有时间吗？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对不起，今天下午我要开会。明天明天上午我上课，可是下午我很忙，我不忙。5点忙不忙？5点很好，我不忙。对，明天下午5点，你的办公室很好。我在办公室等你。不客气。谢谢您。嗯，好，不客气。好，明天几点在哪儿他们见面？明天下午，明天下午5点在王老师的办公室见。好，很好，非常好，谢谢。好，有没有问题？ Why did they use they not to make a team? Oh, okay. So, 问题 is a noun. 问题 is a noun, so that's why we use may. The verbs, you can use may or 不. But when you use may, that means you didn't do an action before. And when you use 不, that means it's not your habit to do something. For example, if I say 我没睡觉, that means I didn't sleep.But if I say 我不睡觉, that means normally I don't sleep. 可以? Yeah. So 不 is for habit, and 没 is for an action before. 可以? 可以。好，谢谢，好，谢谢你们，我们下课。